这个树叶子是一个青铜的一个材料做的，上面用，这个树叶子上边用的那个打孔，然后我，服了，不叫了吧？这个树叶子是一个人工的，我之前就知道这个艺术家，很早很多年前见过他一本书，我是最开始是被他那个树枝被隔成上下两层的那个作品吸引。因为他的那个作品特别的，就特别特别，就他不光是技术上的特别，但是你如果用小刀隔拉那个树枝，用那个小树枝把它拉成上下两层，其实是挺困难的。但是他的那个就是让人感觉好像是一个非常细腻、非常浪漫的一个事情。这个艺术家他其实是在强调一个人工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联系，如何来定义自然和人工的这么一个之间的问题。就像他运用了很多树叶呀，然后很多这种自然物。但是却加入了一些人工的部分，比方说这个展览上有一个树叶子是铜做的，上面有这种虫蛀的这种部分。这树叶子是一个人工的一个材料做的，然后它却是一个就是虫蛀的那种效果，它就是其实在模糊一种人工和自然产物的一个联系。但是咱们就剔除它的这个内容来说作品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制作感比较强。它的小树枝子上会有金属的这种挂扣。小树枝子上金属的挂扣，我没注意到。看见哈。它是中间的那个支撑物是金属的那种连接的，就是很精致、很脆弱的树枝，然后它给做的像金属般的那么像金银丝的那种感觉的那种。而且它有自己的就是像自然似的，它有自己的那种组合语言，就是它有一个形状，就像又像三角形又像圆形的那个形状，它无限的出现、那种复制型的那种，就是它的那个图形那种像三角又像圆的这种图形的重复出现，就特别像那种自然界里边就递归公式的这种规律但又不规律的这一个状态。就是有点像咱们在超市里见过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菜叫什么，绿色的那个针形的那种像菜花似的。那你说他的作品也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解释吗？可能他不是想要这个方向吧，但是他从这个里边偶尔会看到这个倾向。然后这个帘子其实真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挺浪漫的一个艺术家，让作品非常的有很多很细腻的部分，比方说帘子打开然后落下的那个声音，还有金属的帘子，他为什么不是用塑料，他肯定也会有考虑。你会再一看，他会不知道他是如何固定住的这种感觉。对，我当时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哇，它是怎么连起来的？因为它这个帘子一大片，然后中间切开，然后又是这么一个特别不规则的这么一个形状，一个大豁口在那儿。那它从上到下中间断开的这一段，视觉上看起来就很神奇，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它是怎么连起来的。对，但其实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之处。对，而且我还注意到它中间的这个豁口这儿，它这个金属片子，它的两面是不一样颜色的，它的细节还蛮丰富的。对，所以说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他的作品虽然不是那种冲击性的，但是你感觉看起来很温柔很舒服，我觉得这个是他作品传达出来比较特殊的这种个人语言。我刚才满脑子想的都是一帘幽梦。